这个游戏是伏地魔上面抓来的，游戏名字叫 I am here。I am here。你想要看开头动画吗 ？Yes。很愤的话，我直接关掉。我说真的。而且为什么英文啊？这不是日本人网站吗？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早上的起床，你什么时候离开家，你什么时候吃午餐，什么时候回家。你最喜欢的商店，你最喜欢的音乐，你最喜欢的小说吧。我知道所有事情都是关于你的事情，我都知道，因为作者 Ego Game。妈的跟踪狂干！这音乐有版权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应该有吧。直接删影片。阿小，这不是 RPG game 吗？为什么都英文啊？哎干！哎 ，3D 的可爱鬼屋，世界树迷宫。这是哪里啊？完蛋了！监禁游戏。刚刚那个讲说知道我所有事情的人一定是跟踪狂，病娇。哇，打不开锁了，完蛋了！我到底在哪里啊？我记不起来发生什么事。我记得自己是谁，自己的事情，关于是谁，我的家人、朋友。哎、欸、，iPhone， 我的电话看起来好像还是好的。Hi， Sweetie 啊，这是 Siri 吧？哎、啊，为了不要搞混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，多了一个 U， 叫做 Sweetie， 好难念。What can I help you with? 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？我在哪里 ？I cannot receive the GPS signal. Would you like to find your current location by the address? 我搜寻不到 GPS 的位置，想要帮你搜寻一下目前位置在哪里吗？打电话给我的父母 ，Sweetie。水里，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哦。游戏名称叫《我的电话水里》，没人接。我打给了几个朋友，我可以想得起来的，不过没有人接。我可以上网，但是我没办法贴讯息在网页上，或者是传简讯。看起来我好像被孤立。没有任何希望，没有救援。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这种情形。不过我能了解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危紧急状态之类的，身处危险中，我必须联络外界，想办法。幸运的是，我有一台。充满电的 iPhone， 嗨水里录影片，嗯，开完了，也许会成为证据，我会一直录影，直到，不，我会一直录影，当我也有电力电池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一下没电呢？靠北 RPG 哦，第一个房间，这该不会是逃脱 game 吧？有没有人可以在没有电话簿的情况记得电话号码？我没办法，因为已经习惯不记了，你就记不起来了。如何操作？上下左右，哦，左跟右 ，Shift 跑 ，Enter 调查。这个游戏中没有任何的选单画面，或者是记录。What the F4前一幕。哦，
哦，我知道这个玩法嘛。那、啊、下面那个问号是什么？咦，跑好快哦！第一个房间，哎、欸，过关了。哦，这個、光做的好高高质量哦。点到钥匙，哦干，怎么是？怎么是粘土人状态啊？那是鬼吗？不见了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我想我看到什么东西。第一个房间好像蛮简单的吧？这个家伙没办法左右横移啊，好烦哦。嗨。你们刚刚看的那个类似女生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我的跟踪狂。楼梯往上，嗯，没有窗子，我在地底吗？哎、欸，游戏的边框边边就是 iPhone 哎、欸，来、欸、看。怎么了？游戏是不是有一个低音很大声啊？我要不要小声点？还是没关系啊？女生的尖叫，什么事情？他说女生尖叫在下面呢、欸，我才不要回去嘞，我只需要往前。OK。第二关，这有几关啊？我怎么已经玩七分钟了？什么声音啊？我保证这个建筑物一定是做成迷宫的样子。好黑哦，这里有书哎。怕我无聊，一大堆书在书架上。有本书叫做乌奔传说，七十个字，读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不应该看的脸。如果你遇到了女孩小姐，穿着红色衣服，然后遮着她的脸的，用两只手的。不要看他的脸，看他脸的会疯掉。那最后他们都死光了，无法停止大笑的死了，死因大笑。哇哇，这不是 RPG game 吗？这好像是另外一个引擎做的，另外一种游戏引擎，我不熟的，我完全不知道的。它的 3D 呈现其实好像做的不错嘛。哇靠！他说不要看他，对不对？惊了一下，怎么那么多个，这么多条路啊？多了啊！那是什么声音啊？上面写着艾丽莎出生的年份。艾丽莎好像是女生的名字，也许我应该问一下水里。嗨，水里。What can I help you with？ 你要穿阿小。艾丽莎出生的年份。Eliza was born in 1966. 1966。哎，什么都问得到哎、欸，这什么屌啊？1966，门自己开了，只要说出1966，它就开了，好像是声音认证系统。谁是艾丽莎？
Dr. Eliza was an excellent psychiatrist, although she has retired already. 艾丽莎博士是很专业的精神医师，她已经退休了，是不是？谢谢，拜。See you. See you. Bye. 好吧，前进。我怎么没有捡到另外一把钥匙了？这么长会到哪里去呢？大厅尽头有一扇红色的门。Here we go！ 干，不要到处乱看，还是看一下好了。好多路哦。游戏会不会很小声啊？还是要大声一点好了。其实背景没什么音乐啦，不过会有很多奇怪的杂音。游戏中的可怕音效。红门可以停着不去、欸，要不要到处看一下？那我就死了。只要出了这个迷宫，我就要回老家结婚了。没有路哎、欸！哇，这边好高哦！如果我掉下去的话，我们永远就没办法爬起来了。算了，不要去好了，会死吧？故意走进死路，干，他一定出现，没有？这家伙好像可以斜着移动、欸，哎，干，好诡异哦！直接进去了、啊，管他的。我死了！哇，有圣火！三号房，怎么有？那墓碑怎么会发光？看起来这间房间的温度有点高，我必须出去。这个没办法用滑鼠全视角看，所以你就他妈的有点限制。上面写着一些字，当所有三个灯光熄掉，一个壳就会自由。什么意思？还有类似水桶的东西在墓碑前面拿着，水杯还是水桶？三个火熄掉，上面有一把火啊！哦，这边也有，不是，上面还写着字，自我防卫，管他的，结冰了，什么东西自我防卫啊？妈的！遵守命令吗？还是不遵守命令？管他的！封印解除！欸，真的欸，我实在是在解除怪物的封印哦。这看起来不遵守哦，遵守哦。妈的，果然是一些文盲，跟我一样。人类安全，全部解除。没声音了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晚上了，这边空间看起来比较温和、欸，哎，哦，房间呢？当我注意到的时候，我在我自己的床上了。我保证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但是我没办法记得很清楚。
欸，破关了。梦结局，我握着手机睡着了。前阵子坏掉了，再就是坏掉了，所以我停止了那个合约，电话的合约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我必须去店里拿我的新智慧型手机。现在是什么时候啦？嗨，水里，水里已经坏掉了。What can I help you with？ 啊，靠呗，鬼来了、哦！死在家里，不是没电了吗？不是关机了吗？他还会讲话哎、欸？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没了。啊，这样就没了。直接跳吗？可以选的、欸。跳。跳。我必须小心一点。啊！哎、欸，怎么又掉下去啊？哎、欸，看，哎、欸，这。他怎么死在下面？还穿着丝袜？哎、欸，不见了！我被推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不见了。嗯，我一定是非常累了，我必须尽快离开这边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被推下去、欸，哎。妈的，期待落空！阿小，我停住了。什么东西在后面？还不赶快走！我可以听到一些脚步声来自我背后。转！喂！喂！干，直接转过去啊！妈的！哦，哎、欸，一定会出现在我正面。一定在正面！哇！哎哎哎，他是粘土人哎，我还以为会有恐怖的东西，原来是粘土人。死了！手机掉一边了。哎，我没事哦。嗨，水里。What can I help you with? 演奏一些简单的音乐。看，是太紧张，还要放音乐放松一下。他妈的，靠背啊，怎么那么难瞄准啊？音乐能回血，看到他的脸会疯掉。他不是说穿红衣吗？而且自己会遮着脸的呢。这个是完全没有遮的呢。那你们说第三个火盆旁边有亮亮的？啊，有哎、欸，哪小？这边有一个矿镐在角落。是要干嘛用的啊？可以挖吗？墓碑可以打爆？你确定要挖爆它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，挖坟！挖什么坟啊？我是神装再利用，好不好？挖什么坟？回来了啊！这也是一个结局啦啊！没有了，大概就是最后的情况会不一样而已啦。
这游戏也蛮简单的，应该就这样子了。然后我没有把火熄灭，应该水里就不会来吧？我已经回来了，耳机不太清楚，手机，都一样嘛。这只是一个噩梦。干！我干！你他妈不要慢慢移出来好不好？靠北！哎、欸，好险！脸不是很恐怖。哇靠！下山小，我直接关掉了。哇靠！这种慢慢移出来的最恶心了。这吓死谁啊？这游戏普通的还蛮有趣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那种，你他妈你要吓你就直接跳出来好不好？你们慢慢的，反而会让人更恶心、更紧张。那个应该就是水里啦，应该是啦，随便啦。这游戏福利姆上面的免费游戏啦，还可以啦。我觉得这个引擎好特殊哦，以前好像没有玩过类似的游戏。那人物都是这个已经这个是算3D 游戏了，没错，还可以啦。我再去找我看啦。福利姆上面有很多游戏，不过都是一些比较普通平凡的。我再去找我看啦，再去找看，还不错啦，还可以啦，好不好？那免费的啊，不就这样，对不对？